最喜欢这魔力，揍死他了！把你的怨恨全部揍出来！没有，没有发现到，没有发现到，没有发现到。好，我让你发现，来吧。哎，大家好，社长。大家好，飞龙哥。哎，今天来开三个 PS5 认证的遥感，叫拳霸，拳霸泰坦啊，三种规格的格斗遥感。哦，这个是由 PS 认证的。对，你看它包装上面有 PS 认证哈。那三种呢，不同的规格，不同的价钱，主要就是价钱上面不一样。看到这个有认证哈，就可以知道它上面功能一定是完全支援 PS 的。对，这个上面都有触控板哈，然后所有的按键功能它都坐在上面的，都是有的。那这三个呢，都是有线的遥感。啊，这个是最高档的，最高档的7000多块，五千多的，7000的用的遥感都是三盒的，三盒的。然后3000多的，对这个遥感的手感啊，还有耐用度需求比较高的哈，就可以考虑这两支哈。那如果说你是想找一个经济的、经济又实惠的哈，对，那这个的话就哈，重量的话也有差了哈。然后我们先看这个3000多的，3000多这个入门级的哈，按下去就可以启用哈，不是说插的那个。USB 就可以用。对，我们刚刚插 USB 怎么没有动作？是因为还要再按一下。按一下这个做登录的动作。哎，对，然后那个 L3 跟 R3 的按钮坐在上面，然后再还有 Turbo 的按钮，还有这个是选项。对，然后还有一个静音钮。静音，因为它这边也是可以插那个大耳麦的。然后它有相容 PS5、PS4 还有 PC 哈。对 ，PC 也可以。PC 也可以。对，很特别哈，它是 DP 的话，这边它就是十字钮的功能。对，好，这边是十字钮。LS 的话哈，它就是左边类比，左类比就是左边香菇头，这边的话就是右边香菇头。啊，对，有一些游戏的话，它是一定要香菇头才能动。那有我们一般大摇杆都是模拟成十字钮嘛。对。哦，所以如果要用类比的，就没办法用了。那它这边可以切换。啊，可以切换。好，不管你要用左边还是右边都可以。对，但是哈、哦，这个3000多的跟5000多的这两个重量差很多，差很多了，这个很重。对，然后还要看一下它下面哈，5000跟7000的哈，它这个是整片的橡胶，对，它这个只有四个角是橡胶防滑哈、啊，所以说这个防滑效果会比较好。那你可以看到下面还有这个哈，这个是它做维修用的啊，维修用。对，你可以去把它那个摇杆转开啊。那它所有线都是藏在这个里面的、啊。哦，它这边有一个洞，可以把线拉出来。有一个洞可以把线藏在里面哈。对。它毕竟是有线的遥感，这个线一定要能够收起来。对，没错。大概就是这样的。基本上功能没有差异啊。那7000多的这个就重更多了，对，可能飞龙哥撑不了太久，要一起拿。还可以。还可以啊。还可以哈。那这个就分量就很重了哈。那它这个呢？也有一个专门收线的一个，这两个可以打开了，比较美观啊，收起来比较好看。线可以拿出来，然后再锁回去。好，得奖的是哦，哎、欸，它有备用的那个摇杆哦，还多一个这个，那个水滴型的头跟圆形的头啊、哦，对，我明白了啊、哦。对、嗯，他们就没有了，这个就没有了，这边的膜。这边应该就是换下来的这个头，可以塞这里，对，对得起它的价格。是，像这个价钱就有给的了。对啊，你就是 Pro 级的玩家，可以考虑这个配得上你的技术，配得上你的价钱。所以就是其实按键都一样，对，功能也一样，但是这个功能一样，可以看得出来重量比较重哈，那稳定性比较够哈，一样它底下是整面的橡胶，对，一样防滑性都是很好的。那这三个如果让你飞龙哥让你，如果你要买一个，你会挑什么样的？我的技术只适合3000的。我们的技术只适合3000的。也是啦，但是、啊、如果你玩过5000或7000的啊，
三千的你可能就看不上了。对，看看需求啦。对啦，对啦。然后我们等一下用三千跟七千的来挑了。对对对。格斗游戏我们不是我们擅长的。对对对。我们就是玩一下看有没有趁手。有没有好玩啊？好啦，就是安内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格斗的画面。好。好，我们来玩一下格斗天王啊。我们用这个五千多的跟七千多的摇杆 PS， 看看七千多有没有比较厉害？好的，来吧来吧，应该是衣服穿比较少，比较厉害的。没错。哎，我还是选一古娜哈，古娜还不错，有点厉害。衣服越少，攻击力越强。好啊，非常好。那我就不需要派泰瑞出来了。好，来 Randy 哈。Randy。哪位啊？安东诺夫。好啦好啦，选到谁就是谁。是啦。哎、欸，哎呀，结果是兄贵先。啊，没有关系。哎、欸，这个场景怎么很像是快打旋风啊？机场，战机机场。这个场地使用率蛮高的。哎、欸，这不就是国力？你最爱的谁？哎呀，哎、欸。一看就知道这两位老头不会玩格斗天王啊！没错，没关系，我们只是来试摇杆的，就是不会玩，不会玩硬要玩。呜呼！最喜欢揍魔力，揍死他啦！把你的怨恨全部揍出来！没有发现到。好，我让你发现，来吧。好，这个穿比较少。啊，这怎么长得一样铁拳？林小雨是不是？啊！太强了吧！哇哦！你是人吗？我想换人都不行，不让我换人，对不对？让我有换人的机会。好。来，哦，对吧？哦。本来想要那个花式放水的，居然。被特技给弄掉。好来，酷呢？酷死啦！酷死啦！酷啦啦！哎呦喂！哎呦，酷完兵被炸两下。这招有用吗？有。丢起来！哎呦，我丢！哦，我丢！这个，哎，谢谢谢谢。Win！ 好啊，一挑二。那卡露露啊！那卡露露啊！一挑二。先取得点。我为什么是在地上？叫你的老鹰出来！来啊！来啊！来啊！丢起来！哦！吼！出！酷啦 ，Win！ 结果你第三个都还没出来。对啊，我的不知火舞，我的大水球都不出来。嗨嗨！好，我们来试一下快打旋风掉。大家最期待的跟飞龙哥的对战。那当然、就是。那当然就是怪兽啦。我们一定要用那个经典的好不好？
经典了、啊、哎、欸欸、我忘了选你选了什么、啊、应该是经典的你确定好随便啦随便啦不管你选什么我都可以啦来啊，优势啊，优势啊，现代经典，你现代、啊，喝了不要紧的，优势啊，现代、啊。哎呀哎呀哎！连续攻击啊！快走喂！我还在熟悉要什么？你是现代吗？还是你要改为传统的？你熟悉一下。今天今天哦吼怪兽好我已经习惯了没丢啊拖飞机拖飞机啊拖头拖头拖头继续拖拖拖拖拖，只有我能拖拖，扒落去，啊扒落去，中了哈，只有我能拖，哈哈，丢掉，嘿，是呀，好了，扰乱。耶、yeah, ，怪兽 win， 好，这用起来还不错，还不错啊，我觉得这一代还不错。你说游戏还是游戏啊？游戏啊！好了，如果 PS 5需要这个摇杆的呢，这个是已经没有什么好挑的了。对啊，就看价位了，看你要中低高三种价位都可以了。高手我现在是要配对高档货。高档货我们第一手就不用了，我们拿三天的出来打就好了。好的，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各位，拜拜，拜拜。